今天的一个主题，如何以正确的态度念佛拜佛往生极乐。今后我要多讲，大家多学习，学好了以后也要多讲，让每一个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人能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应该是哪一品，那么下边努力应该达到哪一品，如何一品一品地往上修，这一个问题非常现实，非常重要。大家发愿就是笼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不具体。要发愿哪一品往生，要进一步落实。我们一般发愿应该都勇敢地发愿上品上生极乐世界。我回向发愿都是上品上生，发愿首先要高远，是不是很高呢？其实不见得很高，当然如果说很高那当然很高，因为什么？因为上品上生极乐世界，它的底线是开悟明心。只要现世你能够花开见佛悟无生，悟到了无生人，证到了人无我，大圣的人无我，就可以上品上升极乐世界。但是就算你是文殊普贤等觉菩萨，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还属于上品上升，所以这个范围太大了。开悟明心差不多相当于52个次第的第17个次第，七住，七住的菩萨就能够进入见到位，见到位圆满再出地，这样一直到等觉，这个区间太大了。因此我们说，如果进入上品上升，这个并不难，如果圆满上品上升，那相当于就是等觉菩萨，那当然就很难。就像开悟一样，我们进入见到位不难，但是圆满见到位那还是比较难。比如说在世间，我们说学生，学生这个词很宽泛，做一个学生比较容易，上小学进了学校背起书包，就算你还没有上课，你已经在学校注册，已经是一位小学生，你可以很自豪地说我现在是学生。问题，大学毕了业做研究生的时候，在教授面前你还是学生，所以这个区间呢就比较宽，懂得这个道理其实很重要。因此九品往生在哪一品？下品下生和上品上生差很远。刚才有的人很勇敢举手，认为自己最起码下品三生没问题，我告诉你错，不是错在你不一定有把握，而是错在你一定在中品三生，下品三生和你没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下品三生专门为那些犯罪分子所设，是为了能够设这些坏人转恶为善，而且这些人都不是一般的坏，非常坏。大概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这个人无恶不作，甚至犯下忤逆重罪，忤逆重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综合
其他的经典，唯除诽谤正法。诽谤正法就不信佛，不信佛那当然不能往生。除了这一种，不管你做下多少多大的坏事，不管你是多坏的坏人，哪怕你在临终之前地狱的火已经燃烧起来了，你马上就要下到地狱里了，这个时候由于你往昔的善因缘善知识现前为你讲说十二部经的经题，你能够跟着念，愿意回向往生极乐世界，这时候地狱的火变成清凉风，这个人居然就往生极乐世界，而不会掉到地狱里面去。这就是在《观无量寿经》里边讲的。所以《观无量寿经》最后的三观、十四观、十五观、十六观，大家一定要反复的看。现在打印设备都很好，你找一个地方把这三观打出来，或者你找一本《观无量寿经》，把这三观这个部分呢复印下来。有了这个资料以后，你反复的读诵，反复的研究，甚至自己可以制定一个表格，就一目了然。九品的条件说的都很清楚，也不复杂。下三品都属于这样的人。还有一种人，已经是佛弟子，是法师或者居士，但是虽然受了戒，从来不持戒，永远是犯戒，和世间的坏人一样，只做坏事不做好事，坏事都做绝了，可是在临终的时候他肯随着善知识念佛，就算嘴巴已经念不出来了，心里边还是相信有极乐世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在临终的时候仍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那我问在座的有些人，你属于这种情况吗？我们很难见到这么坏的人。作为法师居士，一般的没有这种人。我偶然可能会见到相似的人。原来我们寺院里有一个比丘，属于恶比丘，他长得那个样子，说话都很凶，一般的人不敢惹，因为他长得又高又大的，很有力气。他要是劳动的话，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非常能干。可是啊，就是心不太正，老想着收拾别人。他有一次给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准备在我师父生坐的时候从背后踹我师父一脚，给我师父踹倒了。你这么凶啊，所以他一说这个话，我们师兄弟都很警惕，要保护师父。后来由于他打架闹事，我们就把他签单了。签单的时候他不走，因为他很凶啊，他要不走我们怎么办？奇怪的是第二天他走了，我就非常奇怪。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我的一位师兄弟给了他300块钱，所以呢就相安无事。他其实不走就是想要钱，给了他钱他就走了。过了不久，骑着一头高头大马到了寺院里边，喝得醉醺醺的，
一边骑着马在寺院里边转圈，一边呢口出狂言，又要打这个打那个，很凶啊。可是啊，这样的人呢，护法神有的时候会适当的让他老实一点。听说有一次他洗澡的时候，突然他把这个水打开以后，要洗澡嘛，这个热水打开以后水越来越热，他居然身体不能动了，所以他就被水给烫坏了，当时就摔倒在地爬不起来，一直那个水冲来冲去，以后这个人精神就不正常了，一直到现在。原来那么凶的人现在变得非常老实。我认为这也是佛菩萨的慈悲，是护法神的慈悲，让他不要再那么凶，不要再造更多的恶业。后来经过治疗，大家帮助，身体呢慢慢的复原，能够和大众一起上课，但是性情完全变了，完全不是原来那个人了。我想我们一般人哪有这种情况的，没有。所以下品三生不是给我们留的地方，大家想都不要想。也就是说，我们最起码的品位应该是中品下生。今天不是专门讲这个内容，顺便说一下，如果在这一生当中有机会完完整整如理如法受过一次八关斋戒，必定中品众生。我为什么加了好多定语，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受八关斋戒不太如理如法，没有完全按照经典，方便有些太多。按照经文讲，受八关斋戒是在天刚刚发亮的时候，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说在没有灯光的情况下，自然光伸手能够看见五指，就天现明相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开始传授八关斋戒。有些寺院传授八关斋戒时间在早晨5点到6点，因为仪轨大约是需要1个小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条件受完八关斋戒继续留在寺院，有些人还要回去上班。因此受完八关斋戒以后，差不多到6点钟大家去用早斋，用完早斋以后要赶到单位去上班。大陆上班一般的时间是8点钟，所以这个时间还可以，就算你家离寺院有一段距离还是可以。过午不食是说中午吃完饭以后，那中午吃饭要卡在12点之前，不能超过12点。12点那一刻也不行，最好是在11点59分就能够用完。吃完以后，下午、晚上都不可以再吃饭。喝水可以，吃药可以，其他的就不吃。因为一日一夜，所以很严格，一直要到第二天早晨，天再现明相以后，你才可以再吃。那个时候你很饿了，你可以先吃一点东西。并不是说受了八关斋戒以后，过了中午到第二天早晨也不可以吃，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吃了，但是一定要在天发亮之后才可以。天还没有亮，虽然是到了凌晨清晨还不可以吃。其他的
七条也要注意，比如说不能够讲很多的话，因为讲话就可能讲错了，尽量的不讲话。在道场里边是一句话都不可以讲，回家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可能会讲话，尽量少讲话，多念佛。因为八关斋戒规定啊，在受持期间要六念，第一就是要念佛，当然念法也可以，比如说诵经可以。另外一点，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不要讲话，注意吃东西不要吃，还有就是你要保持念佛，不要去做其他的事情。回家以后你不小心打开电视了，不可以，在八关斋戒期间不可以看电视，不可以听音乐，你一不小心就会犯盗。所以全部时间那一天最好用来念佛，而且集中力量多念，这样受持的话才叫比较圆满的八关斋戒，你才能得到八关斋戒这个圆满的功德。如果我们上午九点钟才受戒，受完已经十点了，然后大家回家了，回了家以后快到中午了，饿了，然后吃一点什么点心啊，你就已经犯了。当然你如果上午吃还没有犯，如果你下午吃一定犯了。然后你打开电视看节目，然后跟着电视里边的节目一起哈哈笑，那怎么会有八关斋戒的殊胜功德？不可能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想得到，哪怕是一次要非常严格。因此我主张我们把受八关斋戒和24小时一日一夜精进念佛结合起来，这样的话不单受持八关斋戒的功德能够圆满获得，而且能够获得若一日念佛的功德。阿弥陀经里边说若一日乃至若七日，我们做不到若七日，若一日是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前几天我们在桃园新武讲堂做过一次，这是我在台湾主持的第一次把八关斋戒和24小时念佛结合起来的一个法会，以后可能还会有比较多，因为已经开头了。昨天到盐水早上9点钟开始，他们事先通知的时候说24小时要到明天早晨9点钟结束，我说错了，一定是10点钟结束，因为受八关斋戒需要1个小时，也就是说加起来实际上是25小时啊，那大家就要做好思想准备，9点钟不能回家，要到10点钟。后来我们结束的时候大概是10点10分，结束了以后有些人还不着急走，整个25小时之内没有说话，所以有些事情大家可能想说一说。一日一夜念完佛以后大家都非常欢喜，虽然很疲劳但是非常欢喜，因为这一次很严格很圆满。在这个期间我们没有讲很多的道理，主要是进行实修。那等一下我们有机会也会教大家具体怎么样摄心念佛。念佛大家都念很多，不是不念，几乎每一个修学佛法的人都念佛，而且念的也不少，可是能不能够摄心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你没有相当的方法，自己摸索精进努力也可以摸索到方法，但是花费很多的时间。我自己摸索到方法大概用了半年的时间，因为没有人教我，我根本不懂，原来也不修念佛法门，是选择法门的时候很痛苦，
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最后用抓阄的方法抓到了念佛法门。在这之前发愿抓到了哪个就受持终身，所以到现在还是念佛。当然并不等于我不学别的法门，几乎所有的法门只要我碰到了我都学。比如说持戒的法门我能不学吗？开悟的法门我能不学吗？我们道场本来就是禅宗的道场，唯识的法门我也学，只要是佛说的法门遇到了我都要学。我也不分自己是哪一个宗哪一个派，我个人认为佛在世的时候佛没有分派，佛自己能给自己分派吗？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按照佛教我们的方法随缘修持就好，不必分派，分派是后来的事情。如果真正的明白了佛法的道理，其实完全不必要分宗分派，因为佛说的道理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那就是无我，人无我和法无我，一个大一个小而已。人无我的范围比较狭窄，只说人嘛，法无我包括一切法都无我，如此而已，还要再怎么分呢？比如说大家经常见的净土宗和禅宗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所谓区别都是人为说出来的。所有的众生最后都成佛，都建设佛净土，都是在自己的净土度化众生的，哪一位修行人不成佛？学佛就是为了成佛，成佛就要有净土，那所有的法门哪个不是净土法门呢？怎么会又分出别的法门来？禅宗的人难道不建设净土吗？最后不成佛吗？见性成佛说谁呢？所以本质上没有区别。但是如果要说区别的话，那么禅宗在修持开悟这一段时间它只是其中一个阶段。好比说从最初开悟是七住，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到见到位的圆满初地，这是开悟的范围。开悟就是见到，在这之前七住之前呢，做准备做加行也包括在其中。好比说从初住开始熏修六度法门，一直到六度，这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要修的六个功课、六个内容。到了七住初步的进入见到位，然后见到以后再修这六个法门，一直到初地以后其实还是修这个法门。因为大乘菩萨修行的法门主要就是六度，不过呢有层次高低的区别。如果狭义的禅宗到了初地的入地心，进入修到位见到位结束圆满了，禅宗的内容就结束了，再往后就不能再叫禅宗的内容了，因为开悟的事情已经完成了。这是从狭义上讲的。那禅宗的人如果修得高的话，不可能说到了初地我就再不往前修了，这也不可能啊，因为目标最后一定是成佛，还会继续修，因此和净土没有二致。因此我们修行要圆融的修行，不要分宗立派。海涛法师心量非常广大，他没有局限在这个法门那个法门，他认为只要是经典里面说的法门，只要是佛介绍的法门，通通的他也介绍给其他人，身体力行自己带着大众修行。所以有些人对海涛法师就不太理解，今天是这个法门明天怎么又变了？问题是他变来变去都是经典里面说的法门，好比放生点灯通通都有经典的依据啊。
只不过在中国佛教流传的过程当中，某些经典讲说的人特别多，好比《心经》《金刚经》《地藏经》，其他一些点灯的经典呀，还有什么经典，讲的人就不一定很多啊。海涛法师现在推出了很多塔，因为有造塔的这样经典，造塔有什么样的功德，所以他一学以后马上就推广就做。你无法把它框定在哪一个法门里边。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一下如何念佛。说完如何念佛以后，我们再说如何拜佛。念佛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因为念佛的同时它包含了两个内容，一个是我们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第二我们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跟随阿弥陀佛继续修行，一定包含这两个内容。很少见过念佛的人不信阿弥陀佛也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样的人可能有，但是我们很难遇到。最多说我们不那么明确，但是你要问他信不信愿意不愿意，他都会说我信我愿意。因此最近在回答问题，有一些人问我们家的亲人到底往生了没有往生，我只问你们家的这位亲人在临终之前他信不信阿弥陀佛，愿意不愿意往生极乐世界，我只问这两件事情。因为有信有愿就一定往生，别的我什么都不问。我不问的瑞相身体软不软，看见花没有，看见闻见香了没有，这些我通通都不问。因为这两个标准是佛说的，偶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也非常明确地说，往生不往生关键在于信愿的有无，也就是说有信有愿必定往生，如果没有信没有愿就不能往生。念佛分两种情况，一种叫专念，第二种叫兼念。专念的意思是我们在念佛这个期间不起任何的杂念，如果起了杂念不管它，马上回到念佛上来。这个时间应该定在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固定的时段，尽量不要改变。如果万一没有办法要调整，不可以耽误。如果是上班的人忙碌的人，你把底线定在十分钟，从十分钟开始起步，因为低于十分钟就不好意思了。你不能说我早晨连十分钟的时间我也抽不出来，这个话太过分了。所以你定在十分上，心里边从哪方面说来都能过得去。从十分钟开始锻炼，然后想办法增加到11分钟、12分钟乃至15分钟、20分钟，最后我估计增加到半个小时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你不用着急，慢慢往上加，一个时段稳定了以后你再增加一点。在这段时间里边不要起妄念，起了以后完全不管，立刻回到念佛上来。念够10分钟以后该做什么去做什么，要上班就去上班好了。这是第一种念佛，晚上亦复如是，在睡觉之前再念10分钟。由于只有10分钟，就不要搞那么啰嗦，又要顶礼三拜又要发愿回向，那10分钟够吗？啊，只是专念10分钟就好，因为你本来就忙。第二种叫兼念，
所谓接念，就是在生活当中要不断的念佛，不管你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做任何事情，通通念佛。比如说现在大家听我讲，一边听我讲一边念佛，你们试一试，一定能够做得到。今天这个时间里大家就是要这样练，等一下我会领着大家专念，现在属于大家兼念的时间。因为我走过几个道场都没有问题，就是我需要不断的提醒你们念佛了没有，一开始有的人就忘了，讲一讲我再提醒一次，我提上几次以后，差不多的人都能够一边听我讲一边念佛。不单是听我讲念佛，法会结束以后在路上回家的过程当中也念佛，和其他人说话的时候也念佛，回到家里边做饭洗澡上厕所通通都念佛，这叫兼念。必须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任何一个都不能偏废，这样你就会进步很快。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念佛的最低层次，功夫成片。念佛有三个层次是讲功夫的，第一功夫成片，第二事宜心不乱，第三理宜心不乱。第三比较难达到，那就是要开悟。理就是你进入了开悟的阶段，当然你在修的时候事宜心不乱以后，你修理心不乱还没有达到理心不乱。如果达到理心不乱，入十宝庄严土；如果是达到事宜心不乱，方便有余土；如果没有达到，在凡圣同居土；当然如果成佛，在常寂光土。这是把功夫和四土结合起来讲的。四土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和常寂光土。常寂光土只有佛一个人在里面，因为那是佛的境界。网上有一个人啊吹牛，他说他会领着大家一起到常寂光土，我说这个人神经有问题了。那是佛的境界，谁都进不去，等觉菩萨也一边待着去。你居然领着大家一块儿进常寂光土，牛吹得太大了。多少懂一点点教理，不敢这么发狂，乱讲话，完全是乱讲话。专念，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不要贪多，贪多没有用。因为有人在十分钟内保持住，不起杂念很难。我们练习都是怎么练习呢？从一分钟开始练习，首先一分钟不起杂念。其实一分钟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最近几个道场当中，我只是看到在嘉义大概有六七个老菩萨，这六七个老菩萨一看念佛大概就不是短时间，他们可以做到五分钟不起妄念，一分钟两分钟都没有。其他那些新学的都有好几个，一般来说一分钟会起一个到三个妄念，起四个以上的很少。而且这一个到三个的妄念都是后半分钟起的，在30秒之内一般人没有可以专注，就是我们的专注性很短，也就一分钟左右，过了一分钟就很难了。两分钟之内有的人说他可以起到七八个杂念。如果一分钟你练习多次，这个时间大概用不了一天了，你就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一分钟没有杂念，可以，这个很快。做到以后呢，你延长到两分钟就比较多，然后你专心致志的多练习。两分钟以后就累了，累了就杂念很多，因为这是习气嘛。
第六识它不断地攀援各种境界，其实也怨不得第六识了。第六识之所以思想乱跑，是因为第七识。第七识按照习惯做事情，它攀援一切法，碰到一个什么事情有一些变化，它就想知道，它就吸引第六识去注意那件事情，然后把它从一个境界当中拉到另一个境界里边去，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念呢，改变习气，改变了习气以后就不然了。改变了习气以后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在专心致志地做某件事情，好比说我们在看书，看书也要集中精力，这时候呢能够感觉到自己脑子里边有杂念，看一看杂念是什么，结果发现都是佛在念佛，一边看书一边有妄想，妄想起来都是佛，那个就说明功夫比较好了。所以从一分钟开始锻炼两分钟，再把它分成，我们把这个事情叫做分小节念佛，小节和小节之间可以休息的，因为不休息再往下念其实就很难集中，所以休息一下就会比较好。平常的人没有功夫的时候，如果专注念佛就会很累，念佛好了以后说我们胡思乱想很累，没办法胡思乱想，因为你不管你做事不做事，反观内照里边都在念佛，你说想一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吧，想半天想不起来。所以在不能够非常圆融的时候，有的人就有一点发呆了。发呆那个阶段不是坏事情，过了这个发呆的时间才会比较圆融。就像我们开车，刚学会开车，你让他跟你随便聊天他不敢，你跟他说了半天话，他在注意前面的道路，在注意怎么样协调把车开好，他不敢太粗心大意，所以你说的话他可能没听见了。念佛也有这个阶段的，所以你念两分钟休息一两分钟，然后再提起来再念一两分钟，这样逐渐地增加到我念三分钟四分钟五分钟，然后我休息一下，休息的时间长短由你自己定，没有谁给你规定，只要不太累了赶快再提起来念，这样你对自己的没有杂念的状态和有杂念的状态就能够充分的掌握，你知道自己的心念在怎样的运作，你就比较清楚。一般来说分小节不要超过五分钟，如果你又念了几个月功夫大涨，当然你可以逐渐增加到十分钟。总而言之，分小节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学习和掌握非常重要。以前没有怎么太听人介绍过这个方法，我也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出来推荐给别人，后来大家认为这个方法比较实用很有效果，所以现在不少人用这个方法在精进念佛。另外就是介绍如何坚念，坚念需要不断的提起，因为不习惯你一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佛号没有了，这个是比较难的，一开始很难做到，说话了就佛号没有了，说完了佛号立刻起来了，一说话就丢了，因为功夫还不行，在商场外面还念佛，一进商场就忘了，最后慢慢的锻炼进了商场还能记得。因为我会介绍一个方法，就是你眼睛换一个目标你就念一句阿弥陀佛，换一个目标念一句阿弥陀佛，可是最后在交钱算账的时候佛号还是没有了。慢慢锻炼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从进商场到从商场出来交钱全部都会念阿弥陀佛。
需要专门去练习。另外，在开法会期间，你能不能念佛？如果我们放生的时候一边放生一边念佛，没有问题，很简单。可是如果是打电脑的人，一边打电脑一边念佛，就比较困难。开车的人一边开车一边念佛，非常容易，没有问题。走路当然更没有问题。就是说话、打电脑这一类比较困难，可是并不是不可以，是需要建立功夫。有了功夫以后，当然没有问题。怎么才能够保持住念佛？当我们忘了念佛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马上提起来？这需要有很多方便善巧。这个方便善巧，你自己去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手里拿念珠，拿念珠的目的就是要想起来念佛。忘了的时候，看到念珠，我们就会拨珠子，就会念佛。这是念珠的作用。可是我们上班的人到了单位，怎么好意思手里拿一个念珠呢？有人问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其实办法太多了。我们都有两只手，两只手没事的时候放在这里，你用一个指头可以打点，啊，打点就可以念佛。你用手也可以，用手拍桌子也可以，把手放在桌子上面，一个手打点也可以，谁知道你在干什么？有人就继续问我说，我们这样算不算盗窃公家的时间？我说你不要忘了，我说的是兼念，我没有让你专念，你手里还要做工作的，怎么会盗窃他的时间？念佛好的人有了定力，工作会提高很快，工作的效率大增。学生的话，学习成绩很快就上去了，因为他有专注力了。所以这个方法可以教给小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问题，只要他能够掌握，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好。所以不用担心这个事情。然后你慢慢的试验，当领导给你分配工作的时候，检查工作的时候，你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你也要念佛。因为所谓功夫成片，就是任何时候都能念佛，就练的就是这个功夫。所以菩萨的行嘛，就是难行能行，念佛也一样，越难我越要做得到。如果你连功夫成片都做不到，你怎么能做到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它有次第的。所以我们要把目标定好，一定要达到是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在定里边，它属于什么功夫？属于未到地定的功夫。未到什么地？未到初禅地定。未到初禅，在初禅和欲界定之间这一段的定叫未到初禅地定，简称未到定。有了这个功夫以后，那么你修初禅就有了资粮，就有了基本。有了这个定，你可以证出果须陀洹，就是在定力的要求方面，你就可以往前走，证出果须陀洹，乃至明心和见性，有了这个功夫都可以了。甚至你证出果二果，须陀洹、斯陀洹都可以了。因为大圣的明心相当于在解脱功德方面相当于出果须陀洹，见性以后他见性的解脱功德相当于二果斯陀洹。所以修未到地定的定力对我们修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可忽略。对于大部分念佛的人来说，你不需要转换法门，你只要念佛就能够证得。在念佛过程当中，
佛号一望你马上能提起来，这个极端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警惕性，往往丢了很长时间都想不起来。所以开始这一段时间，对于警惕性的设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要不打算修这个功夫，我们什么都不说。如果想修的话，没有办法，就是要点点滴滴都要做才有可能性。你可以这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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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回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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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在外面，你这样搓过去啊，可以快一点，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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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你可以倒过来，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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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样顺着完以后再倒过来做都可以。很多方法你都可以自己想办法。你也可以在你的衣袋里边装一点什么东西，用它来捏也可以。那冬天天气比较冷，手放在衣袋里可以捏东西，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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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不是啰嗦吗？可笑吗？不然一不念佛，你的手不动了，你就想起来了。他会提醒你。你要没有这样的方法，不念佛你也忘了，不知道，可能好几个小时没念佛，忘得光光的。开始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你也要想办法。另外，如果有可能在家里比较显眼的地方，你可以贴上阿弥陀佛，或者贴另外一个标记，让你想起来要念阿弥陀佛。经常你在电脑前做工作，那么你在电脑的边上贴几个小的阿弥陀佛，眼睛一看到赶快念，因为刚才忘了。过一段时间那个颜色不行了，要换一种颜色，再进一步提醒自己念佛，这样慢慢的建立功夫。没有什么奇特，没有什么奥妙，就是需要死心塌地专心致志的去做。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专念有一分钟就一定会有两分钟，有两分钟就一定会有三分钟，乃至就有可能十分二十分乃至半个小时。坚念也是这样，我能够坚念十分钟，我就能坚念二十分钟，我能坚念二十分钟，我可能就能够坚念两个小时，我能坚念两个小时，我就可能坚念十个小时，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增加。最后呢，佛号和你完全打成一片，就像开车的人汽车和你同为一体，开车自如的人一上车汽车就和他是一体的，完全是协同动作，不用思想考虑就变成那种状况了，你就变成驾驭佛号的老司机了，就不用担心了。佛号永远不会丢，总和你在一起，这就叫功夫成片。只要人醒着，睡着了就不说了。其实睡梦当中也会念佛，那是一个检验你念佛功夫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念佛这件事情会深入到你的梦中，你在梦中也会念佛。当然睡觉中途醒来的时候念头肯定都是阿弥陀佛，早晨一睁眼睛的时候阿弥陀佛第一个出现，这都是功夫上涨的一些标志，你可以供参考。最可笑的时候就是跟人吵架的时候脑子里面是阿弥陀佛，这个很可笑。然后自己不由自主跟人家吵着吵着就笑起来了，因为吵不下去了，这个阿弥陀佛它干扰性很大啊。你本来想骂对方，但是你不小心出来的都是阿弥陀佛，你怎么骂人？骂不了的。慢慢学习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体验。我们在修行当中，在念佛当中会有法喜，
还有另外的好处，就是你念佛念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看经典，发现你对经典原来很多不懂的地方现在了然于心，很自然的就明白，不需要别人给你讲解。因此说因定能够发慧，有了禅定就能够开发智慧。现在我们是介绍这些具体的方法。下面我们再讲一个内容，是拜佛的时候如何能够念佛。念佛和拜佛要结合在一起。我们有一些人拜佛，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你问他你想什么，我什么都没想，不可能。你虽然打妄想，但是自己不知道打的什么妄想，这个叫失念，既没有邪念也没有正念，妄事，这个很可怕。我们人经常处于这种状态，时间过去了，刚才想什么不知道，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有这种状况，青年人也有。修行要克服，因为这不是善法，这是恶法。拜佛的时候不要着急，尤其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啊，慢慢的拜。那么你把动作分解，慢慢的自己去分解，从我合掌开始往下拜，到手碰到拜垫，到翻掌，到起来，那么我到底念几声阿弥陀佛，我念多快，是速度，或者是念还是唱，六字还是四字，都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最好呢保持一致，你就用的一种方法，念四字永远念四字，念六字永远念六字，唱念永远唱念，不唱念永远不唱念。自己个人修的时候，这个方法要固定下来，固定下来功夫成片比较快，如果不固定下来也可以成片，就很慢。另外不可以贪多，我如果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始终念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念阿弥陀佛，始终念阿弥陀佛，如果念观音菩萨，始终念观音菩萨，不要换来换去，也不要念很多，除非你一尊佛已经念得非常纯熟，没有任何问题，功夫已经成片，你可以提升自己的功夫，考虑念两尊佛，然后可以考虑念三尊佛，那也是一尊一尊念的，只不过呢非常分明。比如说念西方三圣，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念哪个就是哪个，绝不错乱。这是为了提升功夫以后用的方法，现在不可以用，刚开始不可以。所以拜佛的时候要考虑自己拜下去念几声，起来的时候念几声，你自己规定啊，练习，练习好了以后，你以后再拜佛的时候你就不会失念，一定是同时念佛的。拜佛它属于比较活动的状态，比较好，对身体也好，因为活动身体，拜佛这个姿势对内脏对大脑都有好处，就是不要太快，因为太快以后就不怎么摄心了，为了摄心呢就不着急，慢慢的拜下去，但是动作要连贯，下去起来然后紧接着再下去啊，这样，那你具体一拜是多长时间自己来规定啊，练习看哪一个速度对你来说比较更能够摄心。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静坐的时候念佛，因为这个姿势经常用的，总是经行和拜，身体会疲劳，需要适当的休息。另外当你功夫成片以后，你要修出禅必须坐着修，这个比较容易成功。所以打坐
也需要练习。打坐呢，像我们平常打坐，腿啊随便放，只要你能坐住就可以。但是严格的打坐要有很好的腿功，腿在什么时候练？平时就要练。我过去在家没有出家的时候，我上班的时候也是双盘，学校开会的时候也双盘，我回家吃饭双盘，看书也双盘，什么时候都盘着。不能打禅期的时候才双盘，平时没有双盘的功夫，打禅期怎么能双盘？一个人如果能够双盘四个小时，打禅期坚持不下来的，那个时候就算你把腿散开单盘你都够呛，因为他一天要九支香，坐来坐去的，你腿很快就不行了。所以腿的功夫是要靠平时练的，乃至我睡觉的时候双盘起来以后倒下去睡觉，这样练，所以把腿练出来了。因为一开始我的腿也比较硬，现在就没问题了。但是打坐念佛的前提是你的腿不疼，不太干扰你念佛，这样才可以。所以先要把腿练好。这个时间的开示就到这里结束。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